诸位信众，大家平安。富有帝君如文主降世的《如地心经》，是一部珍贵的良心宝典，教导咱爱用以心治心的方式，培养36种良善的道德心念，来转化防治不良的心态和习气，才会当以善心善行，感召心明福佑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《如地心经》36心的第八句：以自爱心治无体心。这句经文的意思是：人为万物之灵，应当珍惜上天赋予的良心善行，爱护父母生予咱的身体发肤，袂去做违法犯纪、败坏道德、伤人伤己的代志，避免出现毋知羞愧反省、毋愿改过向善的心态。人一定爱先自重，才会当得到别人的尊重。体是勇于改过、勤有反省的态度，毋知羞愧的人，犯着错误，毋愿自我检讨、改过向善，定义失去予咱家己变好的机会。为着不断提升自我，咱爱明白道德核心的重要性，想要具备具体的能力，爱为一日三省吾身做起，爱经常关照咱外在言行举止，是毋是有保持端正，并敏感觉察内在起心动念，是毋是有保持纯净无瑕。若一时无小心讲毋到话，做毋到代志，咱嘛无应该将过错推予别人，爱勇敢面对错误，真诚悔改，积极改正，并下定决心不离过，才会当予咱家己变加愈来愈好。期盼大家拢会当发扬善行，提升道德，保持心灵真诚美善，予咱的人生社会拢会当更加和谐平安。